说个故事，有一只狗叫 Happy， 那它被打会变什么？继续啊，继续。Come on, baby, 当家来。在学习，要学习，学习，我喜欢。二四六，起来，起来，大家当家来。嗨。一个早起的日子哈，今天非常的健康，每个月会有一个健康日，叫做什么？爬山。每个月都要爬。然后我们今天来到我们台南的五星山公园，这边呢好山好水，好无聊，爬完山之后吃鸡，最爱的吃鸡，重点是吃鸡，最重点是吃鸡，其他都不太重要。六人大逃杀。好了，那我们以上就是这样子，期待一下吧，耶。五星山保健秘籍。你若是欲健康，多淋滚水，新开瓶。讲口味而已。不会恐高，摄影师扶我一下。你真的走得很，不会恐高啊。我不会恐高。说个故事，有一只狗叫 Happy， 那它被打会变什么？不 Happy。啊！都在笑这香草啊！别买，我都有来买，再忘记了。哎呀，杜，继续啊，继续。这个应该是鸭呢，欢迎来到今天的丹丹 TV， 我们今天来到虎形山公园的生态池开架。哎，拉回来，拉回来，拉回来，哇哇哇！哎，我懂了，生态池。哎呀，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我怎么越来越重了？你现在超怎么了？会累吗？不会啊。上个月去那个吃饭，那个热天。不要不要不要！吃饭。雪绵绵的感觉哦。对，渣男，看镜头哦。但是有个石炭味。早晨运动结束啦，然后我觉得这间也好吃，其实就是以就近为主。然后我们上次来有先尝尝，那你觉得好吃吗？我觉得还不错，可是它的剥皮辣椒鸡跟我想的有点不一样，有点辣。我也觉得蛮辣的，我觉得很行啊，他喜欢了，我不行哎、欸。下个月啊，岩照就会爬，听说要去爬梅岭啊，梅岭那边的东西好像更好吃哦。下个月的时候差不多梅花开了。希望可以等一点，我觉得有点太热了。如果观众你住在台南，有想要跟我们一起爬山的话，底下留言了，好不好？那如果喜欢我们频道的话呢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还有开启小铃铛，别忘记追踪我们的 IG。那我们就下次见，拜拜。